要真是那样的话，我就一定不会离开你了。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保护你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多看两眼白白净净的你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以后风餐露宿，翻山越岭，以天为被地为床的日子可少不了了。咱们俩要变成两个小野人了，怕不怕？我才不怕呢，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光有心理准备可不行，得学会点生存技能。那你教我。那你可得记住了啊。嗯。在野外搭帐篷得搭在背风的山坡上，嗯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这篝火一定不能灭，这样就能防止野兽靠近。还有，你想知道第二天的天气吗？嗯，看月相。那要是我们以后分头行动了，我找不到你怎么办？看天上，看脚下。你看，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，它叫北辰星。它永远挂在北方，这样你就不会迷失方向了。看脚下，就是观察脚印。人的脚印比较浅，所以得学会观察马蹄的脚印。这要是狂风暴雨的，也没有星星，也没有脚印，那我找不到你怎么办？哪里来这么多情况啊？要真是那样的话，我就一定不会离开你了。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保护你。到底哪颗是北辰星啊？